真是气死我了！怎么感觉你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生气啊？看到那个花花公子，我就来气，特别是他还跟那个矫情女人说话。你这表现肯定有事情瞒着我，你快点跟我招了。灰心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。你别躲着我，咱们好好谈谈行吗？ 跟你没什么可谈的，不行，今天必须说清楚。你们先聊。行了，说吧。跟我走。哎，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走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没有谈男朋友的打算。 那就当交个朋友嘛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加个微信，以后出去玩，我们可以一起。谢谢邀请，我最近有巡回画展，确实没有时间玩。那你的画展我们可以去给你捧场呀。我怎么，你今天晚上穿成这样，不就是为了吸引我们这些富二代注意吗？你装什么清高啊？走上去了，真是裸，走吧走吧。哎，干什么？ 快道歉！你知道我谁吗？你敢打我还敢威胁我？我告诉你啊，顾慕雨下部戏就我投资的。是吗？那我替顾慕雨宣布，他辞演这部戏。辞演？不是，你以为你谁啊？他可是顾延成，顾慕雨的亲哥哥。你就是顾氏集团总裁顾延成？违约金我赔，但是今天的事情我也不会善罢甘休。走吧，咱们别玩这么大。 你还好吧？嗯，还好。延成哥哥，你来得及时。你赶紧回房间休息吧。我好像被吓得有点脚软。延成哥哥，你能扶我一下吗？嗯。哎，你放开我！ 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。慧心，我想和你在一起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想和你在一起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你是最美的、唯一的人间的理想，你是最浪漫。 向往的人间的理想，太温柔的胸膛，纯银的发光。可惜，我想好了，我真的很想和你在一起。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我等你答复。 我这么悲情了，燕。 木雨，怎么是你？哈哈，看到是我，失望了？你怎么自己在这儿？我哥呢？我刚有点事出去了一下，回来就没有见到他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肯定在酒店房间等你。酒店房间？我哥没跟你说吗？我给了他一张房卡，921，还进套房哦，是我送你们的礼物。这。 多不好意思啊！哎呀，别这个那个了，快去吧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，先不管你了，拜拜。